自从妹妹生完宝宝后就变得非常挑食，就连她最喜欢喝的奶都不喝了。但每天都要辛苦带娃，不吃怎么能行？于是我决定给她做点营养餐，食材准备就绪，开始制作。放进破壁机，加水，盖上，大功告成了。尝尝吧。哎呦我的妈！算了，还是吃这个帕特冬干吧。机敏脱肉制成，适口性超棒。看你吃的这么开心，我就放心了。嗯，抹布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把这玩意儿给它弄了。